唱国歌。面对中共对西藏灭族拔根，西藏人从来没有退缩。西藏人为了西藏民族，为了西藏的宗教的存续，西藏人用鲜血和生命来护教卫国。我们希望达赖喇嘛要回家乡，我们呼吁 Free Tibet。 我也是要警告我们的政府，马先生他还没有当总统之前，他有答应过，他会关心西藏的民族的自由，但是当晚之后他根本没有关心。那今天站出来，为了我们的西藏朋友，在各个妹妹他们在西藏里面这么困难的事情。今年的那个春节期间，西藏的阿坝、甘孜、卢霍等一些地区，也就是所谓西中共区分的那些四川省、甘肃省那些的藏人。在春节期间的初一初二，举行了一些和平的示威游行，然后中共的军警一直就是用枪杀最保守的，据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六个人当场打死，十几位受严重的受伤，几百多个人那个逮捕。那现在西藏境内昨天前天都有一些示威的行动，那西藏境内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峻。我们流亡在五十年在国外，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第二次在流亡出生的，我们第一次第一代的人都是结束了。像我父母亲来讲，他们已经过世了。那他们当初到印度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西藏独立，他们根本没有想说我去国外，然后我生活过在国外，没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回去西藏。所以那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今天最骄傲来讲的话，在西藏那边这些人就是那么年轻的西藏人，根本没有见过达赖喇嘛，根本没有见过流亡政府，但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自然的感觉出来，为了独立，为了国家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中共一直说藏青呢是一个恐怖分子的组织，我们韩立以前有在媒体有讲过，就是西藏不可能会当恐怖分子的组织，但是西藏人不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国家。仅仅2012年开始，一月份已有四位，二月份已经增加到三位，所以今年开始不到40多天，已经有七位的人自焚。从2009年的开始已经增加到20个人。中共的他的那个政策各方面越来越严谨，然后藏人也没办法再沉默下去，也越来越出来。藏区的藏人几乎都没有一个言论的自由，然后中国这么大的21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里面，其中唯一西藏境内发那个领袖的头像然后国旗，这些西藏人那边一定要查，那其他省市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所以这些都是对藏人来讲，因为藏人的一个很信仰宗教的，他根本不允许挂达赖喇嘛的照片，偏偏把那个领袖的头像那些偏偏要挂，所以藏人心理上还非常不满。像这种行为，西藏的境内的人民再没办法沉默，他们就纷纷就是不满中国的政策，然后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表达，是他们
很久很久埋在心里的痛苦。那今天全世界里面来讲的话，中华民国跟中国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最近的，所以拜托我要要求马英九政府要讲几句话，为了西藏人权跟自由，在那边的这些西藏人是真的非常可能完全没有自由。对于我们台湾人，对于我们日与中国交往日益密切的台湾人而言，这一次一次的有人自焚，都对我们而言是一声一声的警钟。身为台湾的人民，我也要在此呼吁我们的马英九总统，他要延续他在2008年那个时候对中国强硬的态度，去实际的让我们的国家机器组织出来一支对西藏人权的调查团，让我们的国人能够实际清楚地知道西藏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让我们大家能够知道我们正在跟什么样子的政权打交道。